Hello， 各位好啊，欢迎翻嚟 Pokemon 蛇文木，即系蛇木啊。咁今次就继续上次就，帮佢整咗呢一个个潜水艇嘅引擎啊，系啦。咁我哋周围行啊，睇下冇啲咩执啦。OK， 半球形嘅玻璃咧喺下面唔知插咩深度嘅。好啦，呢度应该冇嘢噶啦，全个地方都冇人嘅。咁我哋不如行上去啦，咁啊睇下只 3D 龙系咩料啦。啲 3D 龙耳咧，好明显系迷咗路啊！最好唔好喐佢啊，可能系属于海纳斯某个人噶、啊。OK， 呢度咧，哇，我唔应该喺呢条话晒喺智能车度，犀利！哦，主体成员咧开始行动啊，出兵！吓咩嚟噶？听起嚟好似军队喎、啊。佢唔系佢哋嗰个咩背景音乐咧，听起嚟非常之邪恶啦。睇嚟系火箭兵团嗰啲啊。喂，有 NPC 喺度嘅，真定假会唔会流料咧？啊！呢间精灵中心咧，啱啱系呢个厨师同埋入侵嘅时候起好噶，唔敢相信冇咗佢会系点啊！我想翻屋企啊，想知道系咪活形活着。好，先回咗血先啦。呢度，咦？嗰度有个恶鬼咯，已经。好，我哋唔理咁多，攞嘢先。减益免疫，因为我冇晒位，所以比较麻烦。因为我冇位咧，行唔到过去啊。冇错啊，我摸过，其实。掉都得啦，蜜蜂、火山虎、不变石，嗱是但执一只到先啦，系啦。咁啊，整个好，我见到个已经有啲剧情喺下面啦。OK， 同个恶鬼打先。恶鬼赤城，我哋可以用冲浪，冲浪，冲浪，冲浪。冲啊！冲啊！冲！好啊，又系呢只嘢啊！佢哋全部都系用呢啲重 ，OK， 都系呢个小卡比兽加呢个嘅、走咗啦。小卡比兽加呢个嘅奇嗰只嘅拉鲁拉斯嘅进化 ，OK， 整一门呢只僵尸咧，整一门心思咁咧，心思熟虑嘅攻击佢眼前呢一个倒霉蛋啊，并没有注意到你啊。好啦、啊，呢个倒霉蛋啊，啊狗屁啊！哇哇！呢、這个僵尸箱子嘅提帽同埋提拿嘅战斗开始啦！哇，几靓我都 OK， 我哋用冲击好啦，非常之好啊！因为呢一代嘅冲浪咧系唔会打中自己友嘅，冇错。好啊，俾人吸血啊！咁我哋用呢个龙路打呢隻啦，或者可以用咬咬咬佢啦。咁呢个就用万丈光打奇异嗰隻啦。好啊，然后我哋用冲浪，咁咪万丈光打呢个电击魔啦。啱先发现佢嗰隻咧系恶电击兽嚟嘅，冇错，即系话佢呢隻系自创嘅，咁咪改咗啲样貌咁之类啦。好，打死呢隻奇异。龙之路打呢隻幻象光打佢，好过啊！咬佢啦，幻象光。哦，飞不了。喂，多谢你啊，冇我哋恐怕已经玩完啦，完蛋啦！哇，冇谢礼，你好嘢啊，冇谢礼都够胆死啊！好啦，我首先回个血先啦，系啦，我讲。带住呢个麻痹咗，哎呀，行错咗添。喂，你要留喺度啊，为你好啊。因为呢个嘅麻痹状态实在太麻烦啦。好啦，你见唔见到一个麻痹状态？黐线啊！好，孤溜溜，我哋用咬继续咬。好过啊，唔理咁多啦，先回血先。好，呢度。系咪有啲咩隐藏到佢呢？如果唔系，我想象唔到点解要咁样起咯呢度，俾你冲落去嘅，会唔会冲落去之后就玩完？哎，真系冲过落去之后就，喂唔系哇，冲过落去之后就翻唔到去啊？真定假？我真系，黐线嘅，因为我 fit 过，而家翻咗嚟啊！我、哦、真系、哦，我而家翻到嚟呢度，唉，唔紧要啦，等我行翻翻去你又有。好，翻到嚟啦，咁我发现头先系出现咗极之严重嘅bug嘅，咁就系咧，你如果翻咗去嘅话就冇路翻嚟啦，因为咧佢系靠呢个潜水啊，
即系佢个潜水艇而传送过嚟啦，冇错啦。咁即系话，如果我哋翻咗去咁啊，大镬啦。OK， 咁我哋而家打咗先啦，冇错。因为头先未打到噶嘛 ，OK， 咁我哋快速完咗佢啦呢度。不变蛇，如果装咗落阿鲤鱼龙、鲤鱼王就大镬啦。好，我拎啲果果实啦 ，OK。咁我哋记住就唔好过呢个瀑布啦。咁啊，就如果大家有玩嘅话，就一定要记住呢一个问题啊，系之严重嘅呢个问题。好，冲啦，冲啦，冲啦，咬佢，咬佢，好。然后到呢两条友啦 ，OK， 咁你用冲浪啦，呢度用冲击打佢啦，火焰拳。哇！如果鲤鱼龙即系鲤鱼王升到咧咁啊，就非常之好啦。即系升到呢个嘅廿九咧嘅话咧，廿九咧嘅话咧，咁就可以进化啦。哇！大镬，估唔到会留呢只出嚟喎，冲击。好啊。迷神蛙原始力量打呢隻啦 ，OK， 冲击都系打佢啦。哦，死咗嘅系，唔紧要啊。我哋用幻象光打佢，因为幻象光劲。哦，搞掂，咁我哋就可以走啦呢度。然后我哋继续剧情去翻呢度啦。呢度咬佢啦，咬佢，咬佢，咬佢。咬佢，咬佢，好，可以过去啦呢度。哇，呢度好多草啊！回心提升呢啲，其实我掉晒都得啦。好啦，喺度前面个审判军团咧，正喺度巡视紧前面嘅区域啊。呢个嘅咩啊？呢个嘅审判军团系啦，好奇怪嘅名啦。潮不备，用水就用，再用水。步兵，审判军团嘅步兵啊，又系。好啊，咁佢嗰个嘅御敌嗰个怪咧都系冇变到嘅，哇！见到下面有只喷火龙啊，可能系有得捉噶，唔知系咪啦？分我馒头，掉咗啦！呢啲其实呢啲真系掉得噶嘛？使用能防止战友的能力下降呢招都有用嘅，咁但系呢一个嘅命中提升真系掉得啦。因为好少可话唔中嘅命中，除非你系用啲极低命中嗰啲咧，就唔同讲法啦。哎，任何人都唔可以去前面啊！好，审判军团嘅步兵入嚟啦，月石，好，灯难啊！使其害怕过密防呢招都有用啦，掉走啲冲击。审判军团嘅步兵啊，好危险啊！嗰度全部都系啲恶鬼啊，我要同大佬汇报啊！有只恶鬼喺前面啦！哇，呢度有小拳蛇，马希马恶鬼厨师，我哋用冲浪，冲浪，瞬间失忆，即刻瞪眼先，降你密防，哇，都系唔扣血噶，再降，咬佢，哇，扣都扣唔中，咩事啊？咁我用龙脑啦，唯有。小卡比手有，你咪同我讲四只系嘛？好，冇啊！奇佬李安，咬啊！咬，好多啊！又嚟奇佬李安，转做天平牛，原始力量，原始力量，即刻走咗啦！厨师，好，攞果实。好奇怪，呢度有个秘密基地。好啦，我哋向上慢慢行。哇，呢有条友，企喺度啊，市民！前面咧，深空军团啊，喺度消灭紧暴动嘅恶鬼啊！咩啊，你要过去？我唔理咁多啦。点会咁噶？啊，我最好同大佬讲一讲先啊，唔好讲咁多，我要回先啊。佢呢个尸体咧，个脑袋被人扭到反方向啊，里面咧仲被呢个耳窿塞进咗沙，咁所以毫无咧，显然系冇理由可言。虽咁样做显然系毫无理由可言啦。好啦，诶，话你仲喺度嘅，一面七色嘅电鱼啊，无论几时都会坚
坚守佢嘅岗位啊！好啊，系一个好店员嚟嘅，我哋要俾啲奖，俾啲鼓励佢，帮佢买嘢啊！如果我死咗啊，一定会啊喺呢个嘅商店坚守最后一刻，感到倾呢个嘅幸福噶。果然系一个好嘅商店啊，一个嘅店员非常之好，好有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咩精神啊！我就知道以你嘅实力一定嚟到呢度嘅游魂。哦，格雷斯你喺度搞乜啊？哦，我喺度食紧花生啫嘛，要唔要一齐食啊？好啦，食花生咯喺度。诶，呢咪头先嗰班怪人？哦，咁嗰啲即系话遇到佢哋啊，佢哋系审判军团啊，隶属于呢个风呢、這个嘅风源政府啊。自从啊僵尸入侵之后啊，政府要员咧大部分都被佢食咗啊。审判军团啊就几乎啊掌控咗呢个成个嘅地区啊。哦，佢哋想要一统啊，咁点解冇人领导咧？呢度咧睇嚟冇人睇你上嚟咧，刺佢哋嘅头目喎。哎，佢哋梗系有啦，睇一睇先啦，唔使担心啊，有我喺度咧，唔会有问题嘅。坏咗乜拖咁耐啊？大佬，毒钳怪翻嚟，回归虚无啦，怪物！哼，呢个嘅区域已经肃清啦，系时候去下一个区域啦。走，哎，大佬，你哋翻基地啦。哇，花生啊，大佬。啊！佢乜水啊？点解对啲僵尸做咗啲咩啊？克洛伊啊，同我一样咧，系道士嚟嘅，所以咧佢拥有啊，控制嗰啲最近涌现出嚟嘅不死怪物嘅力量啊。跟住佢两只僵尸咧，都系俾佢控制噶。哦，既然系咁啊，点解你可以仲要避开佢嘅视线啊？唔通你嘅道士彼此之间啊，唔系志同道合嘅咩？艾俄，你的确本来系呢啲关系嘅，但系咧，克洛伊咧同。呢、这个嘅率领住呢个国嘅审判军团啊，目前咧又追捕紧我啊！佢哋认为我系呢个引起僵尸暴乱嘅元凶啊！哦，但事实唔系咁，你破坏咗人界同埋下界嘅通道，只向明明系终结呢一个嘅瘟疫噶。唉，就算你咁讲啊，都唔会信嘅。讲咁多，俾个任务你先啊！喺度啊，从南咧就可以去到呢个新子 Dude 冲浪啊！蛋塔里昂就喺嗰度啊！具体佢最具体点做咧，佢话俾你听啊！好啊，冇问题，有咩问你啊？咁啊，几个联盟冠军啊！我有你嘅情报喺嗰度，你跳咗先啦。好啦，好啦，拜拜。点解要翻翻嚟呢度咧？好啦，我应该按照佢个话晒，佢系道士。哇，我要回血啊！乜搞错啊？即系我而家要喺呢度向右啊！真麻鬼烦！哎，游魂啊，专人玩过你会嚟嘅。我去要我做咩啊？如你所见啊，呢个审判军团啊，呢个地区咧冇乜发挥呢个正面影响啊。呢个居民啊，为咗避免啊，已经移到咗呢一个地方啦。哦，咁有咩问题啊？呢个大门咧，即咧闩住咗啊，有呢个守卫看守住啊，冇人咧出入过啊。本来咧好安全嘅，但系咧有个一啲命案因被谋杀咗。咩啊？谋杀？冇错，的确系咁啊！当时主人你咁啱经过啊，而且咧佢会调查啊，唔系话我要做侦探啊而家。阿比破案啊，佢嘅精力咧放咗喺呢个对抗审判军团啊，所以要用到你啊，揾呢个犯人啊，点啊？冇问题啊，咁啊刻不容缓啦，咁啊开始啦，好好啊！哇，要玩谋杀案啊？呢边啊？点啊？哇，企晒喺度，得两个犯人。警官，呢、這个女仔咧就系派来要帮手啊。佢一名非常强大嘅训练师，一定可以帮手嘅。我系军团嘅一员啦，呢个非常时期咧，担任呢个警务员。靓仔啊，被害者嘅遗体咧已经放置喺个储物室度啊，储藏室啊，开始嘅调查啦，揾啲线索出嚟啊。当你揾到凶手嘅时候咧，就嚟揾我啦，我会咧将呢个凶手逮捕嘅。好，系去啦，呢一个案咧好重要啊，关系到咧人民嘅安全啊。佢都系咁讲我啦，我要看守人物啦，我要做。金田一系嘛？明明侦探柯南啊！好啦，我哋系咪最后嗰人？好哦，多谢上帝啊！是啊，哎呀，太可怕啦，全部都死咗啊！破碎之心，好啊，好，我哋而家要找线索。我真系估唔到呢只 game 居然有侦探嘅桥段啊！真系估唔到啊！好，系咪真系有侦探啊呢？真系唔知道，我哋玩落去先知嘅呢样嘢。我哋周围揿下嘢先啦。侦探就系要周围咁摸嘢啊嘛。我唔想讲嘢，呢、這个好有嫌疑，一定系你啊！我警官我已经揾到啦，呢个人唔想讲嘢啊，佢已经有好充分嘅理据可以话佢系一个凶手啊。天船曾经被迫咧放弃呢个
城市电气化嘅计划，但系而家我哋居住咧喺个电力产生嘅地方，佢相当咁高兴呢。我出嚟头先感觉话唔好描，唔系描述得咁好，只不过变咗出名啫嘛，成为咗巨星而变得富有啊。好啦，哦，出人头地嘅感觉系点啊？唔系嘅，我系正常嘅厨师嚟噶，唔系恶鬼，相信我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应该系揾条尸啊嘛。哼，舐咗一啖咧，叫啲护士嘅治疗嘅马迪球啊，抵啦仔。好啦，我而家冇机器啊，但系咧我可以帮你治疗机器噶，治疗啊，用佢个咩机器？唉，我曾经咧拍档一齐做咗夹 band 啊，但系后来咧 partner 咧离开咗我啊，名利双收，摇身一变咗做大明星啊，而我只剩低我嘅吉他箱同埋满腔嘅惆怅。好啦，喂，边个咧真系做紧嘢噶？呢个好大嫌疑啊！我同一个弱智捉紧棋，将军啊，唔系呢个系兵嚟噶，哦。骑士食咗主教，喂，骑士唔系咁喐噶，唔系佢可以嘅，实际佢系咁喐噶。哦，将军，喂，你到底识唔识捉棋噶？唔识啊，低能，边个走开啊，靓仔？啊，我觉得呢度有啲冻啊。好啦，边个走开啦？又系呢啲嘢，哇！呢个佢哋俾人严重烧焦啊！我哋要揾咧就系火系精灵嘅，呢度系咩事啊？雷电球。好，哎，大镬啦！傻咗啲，唔应该用电，唔应该咬佢，应该高级球传送装置，啲咁重要梗系要攞啦，呢掉啊！小精灵等级高一等哦，比你御王啦，咁梗系，咁我就有两条龙啦。好，传送装置系乜东东？哇，能立即走出呢个迷宫。废嘢，特工都掉得啦，麦防体式其实呢啲我全部都唔会用，呢啲其实真系冇乜用咯，我觉得有冇人会用嘅呢啲，我就极少用啦，唔应该用呢只，麻醉波，唔识啦，高速回转，哦，我都用天平钮摆头啲，雷之石，解麻药。慢咩油啊？慢灵射油，好啊！大概可以医疗所有嘅异常，你信唔信我？啊，呢、這个我哋嘅储存室啊，可怜嘅威尔费莱德就喺呢度俾人杀咗啊！你睇住啊，可能有啲雷电球咧混入咗我哋攻击物度杀晒啦，俾我。哇，火系精灵啊嘛，我、哦、系你啦，一睇知系你啊，呢、這个阿伯。哇哈哈，唔该你协助啦，唔系讲玩笑嘅呢、這个 ，OK。波多眼讲啊，佢嘅手下嗰啲电工咧，感觉心里毛毛嘅。边个走开，靓仔？哇，上面仲插咗几个精灵球，哇，点揾啊？好啦，而家我系要去揾饭啊嘛。你揾到未啊？咁继续你调查啦。好啦，我而家要揾证据，咁证据喺边度揾先？好啦，呢、這个普通嗰啲嘢，我哋不如睇下最后嗰间房会唔会有啲咩线索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不如睇下呢度有冇啲咩嘅。好啦，呢度冇咩特别啊。呢度会唔会有啲嘢隐藏咗呢？好，呢度会唔会有嘢呢？其实我谂落咧，不如乱咁试啦，系啦，横掂我而家真系唔知咩头绪都冇。佢又唔系一，即系佢写到明话呢一个系全部都系嗰啲嘅嫌疑犯咁样就话啫。好啦，唔错啊，但系呢个只系开端嚟噶，只知道呢啲嘢唔会对破案有太大影响啊。可以通过升级或者技能机器学到火系嘅精灵太多啊，而且呢度冇人做使用火啊。好啦，我继续调查，咁即系点啊？我不想说话，好啦，我不想说话，好，
点样咧？呢度呢个系咪咧？呢、這个好似火系咁喎！呢、這个厨师必须找出真相。大镬啦！呢度点样啊？死啦！呢啲我过去首先再问一问嗰个嘅，问一问嗰管主先，等我一阵啊！问问下呢啲先啊！我呢度冇咩特别，佢哋全部都做紧嘢，但系唔知道做紧啲咩，冇得问佢做啲咩啊！总觉得有啲冻。好。我完全唔知点样喎，点样揾啊线索？我已经问过晒咁滞咯。呢个咧？呢件事我冇同警官讲啊，不过你睇起嚟都好似好人咁啊，所以我话俾你听啊。喺呢个嘅位，喺呢个先生俾人杀过一晚啊，见到厨师入咗呢个储存室啊。哦，睇嚟我要得呢，同厨师倾倾。哦，而家开始嚟啦。话有目击者啊，声称啊，你喺个谋杀发生嘅现场啊，你出现咗。我揾嘢啊，揾啲蜂蜜啊嘛。唉，今年太黑，乜都睇唔到啊，嗰个尸体都系乜都冇做噶。哦，你证据咧？呢个我攞咗嘅蜂蜜嚟睇啊。喂，这个不是蜂蜜来的，我讲过了，屋里面太黑了嘛。好了，有嫌疑啊都。好了，到目前来看这个厨师是最大嫌疑的。我发当晚呢他在这个犯罪现场，而且呢厨师很有可能拥有这个火在证明啦，是不是呢？你代替这个造火啊，实际上我看到呢他的衣服啊有这个精灵扣啊，可能是一只火空龙啊。哇，不愧是这个货真价实的训练师啊。我知咁信赖你啊，好啦，如果你再揾到咧，我就去拉你啊！我不建议你去揾呢个管主啊，话晒咧厨师帮佢打工嘅，佢应该知道嘅，佢系雇主嚟嘅。其实雇主先系最大嫌疑。好啦，个名侦探我鼻已经闻到啊，咦，你有阵取喎？啊，你先同我倾倾啊！系啊，嗰、那个厨师啊，我哋怀疑佢系开凶手啊，我哋未揾到动机啊，有咩睇法啊？嘿，我都咁都系啊！喺我睇嚟咧，佢同可怜嘅犯人咧相处得唔系咁好啊？点解啊？哎，我唔知啊，但我猜测咧已经怀疑咗一段时间噶啦。厨师咧似乎正喺度变嘅成紧一个恶鬼厨师啊！唔系话你讲笑咋？嗰啲怪物入唔到嚟喎。我觉得佢哋唔需要入侵啊，就好似一种疾病啦、啊，可以传染嘅呢个状态。哦，咁啊，多谢你啊，好似我应该嘅。好啦，我都觉得好大机会，但唔知系咪真啊？而家。首先同佢讲讲先啦。哦，你系话厨师同个凶手唔系好好啊关系？咁睇你厨师系凶手啦，你点睇佢咪真系凶手呢？你唔认为系厨师做噶？我注意到一点啊，佢用嘅电系精灵系咪？冇错啊，但我哋揾嘅唔系火系精灵咩？啊，你都谂到我之前咧将你个视线集中喺呢个使用火系精灵嘅训练师度，但其实咧雷系咧系可以产生火嘅，系啦，强大嘅电流亦都可以发火嘅，一样烧伤啊。是啊，但呢个只是设想啫嘛，真系咁咩？呢、這个厨师讲过，佢嗰日啊夜晚去储存室啊揾蜂蜜，大佬都系用豆嘟，咁啊点啊？好啊，佢个程度啊唔系普通电击就烧到噶，但如果系咧加咗蜂蜜啊，有呢个增幅电击嘅特殊物品就得啦。好啦，有啲咩可以增加特呢个电击呢？哦，电器蜂蜜，冇错，厨师冇攞到蜂蜜啊，因为你嗰度根本就冇蜂蜜。可能有人已经将呢个蜂蜜用咗嚟增幅电击噶，为咗谋杀呢个嘅被害者啊，即系话幕后黑手系佢啊，但系点解佢咁做啊？我唔清楚，但我马上咧会查出嚟噶。好，咁今集就去住呢度先啦。哇，呢个侦探真系非常之刺激，我都系第一次喺 Pokemon 度玩嘅，系啦，呢只 game 真系非常之有趣啊。好啦，咁大家认为凶手系咪佢咧？咁啊，下面留言啦。咁我哋下集翻嚟再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